一包酱料三个步骤，搞定一道妈咪鸡柳。今天教你一道小孩爱吃、大人也爱吃、甜而不腻的妈咪鸡柳。准备过程非常简单，蘸上素米粉，油烧热后再入锅炸熟，这时候要注意看火候哦，呈金黄色则时就赶紧捞上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用牛油起锅，拿出好主意妈咪酱料包，撕开倒出，搅拌，这时候倒入炸鸡柳，炒香至收干汁即可。一碟香喷喷的妈咪汁鸡就可以上桌了，酥脆外皮裹着香甜的妈咪汁，甜而不腻。酱料包成分只有椰糖、豉油、蜜糖、妈咪酵母、精华和酱油膏，不含人造添加剂，绝对安心使用。家有好主意，主意有新意。好主意七款酱料包在新加坡各大斋宴均有出售，优惠价两包只需5.98元。